우리 창립 팬을 今天我也是幸福的。虽然我有那么多的不足，但是你们依然是爱着我的，所以非常的感谢你们。집에 가시면서 맛있는 거 드시고요。回家的路上，大家要吃一点好吃的东西。我觉得大家应该都饿了。오늘도 감사드립니다。 今天也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，谢谢你们。谢谢我爱你们。